这边小孩用了一个双齿龙带一七龙了，哇，后面还有三颗气。好了，咱们继续来看这场广东小孩对战台湾大表哥，非常精彩，只打一个币，谁赢了谁留下，败者让位。赢了就拿一百块啊，赢一币拿一百。好了，那现在小孩的 K 大师对战大表哥的紫衣八神。 他刚好是龙小雀反成功，K大师的血量现在跟八神的血量还是差了不少呢。能量塔没打雀反，但是对方直接第一时间取消瞬移了。大表哥开始发技，摆面进攻，但是小孩几只小猪龙，这个孙悟空真的很小孩啊，跳入想出，刚才大表哥犹豫了，想接一个下重脚的，是没有犹豫了一下，没有敢接。好了。 青云打完之后，第一个按摩起招，起身，青云打起针压制。OK， 继续咱们回到比赛中，这边是小孩对战一天大表哥，大家晚上好。那现在的对局是小孩来战大表哥的八神，很多人习惯了小孩用八神，对吧？大表哥之前不怎么用八神的，但是你看，突然他用到八神，我估计很多朋友不太习惯了。 哦呀！有，现在四七八神了。这个生物雀反的真的是，今天晚上不得不说，表哥这个状态非常非常好啊！玩多了，你练多了，去练习模式里面测试就行了。 不到200血的小孩来打一级大表哥克隆，小龙带封印，灵晶石火封印住了之后啊，大表哥的血量还是在一点优势，只是时间对于双方来说还有40秒，也是这个版本更新之后提升啊。三七两对战两期的克隆 K 49，这时候克隆。 要留着自己的血，哇！再送大红，小孩笑了，走吧，带你上路吧。难道说要不妙吗？ 左右得，这边小孩用了一个双翅龙带一七龙了，我后面还有三颗气。大表哥起身三个龙带草笔杀带抽血，小孩被他活生抽死了。